八法五不全启示。左鹏氏，右吕氏，左己氏，双案氏。右采氏，左捏氏，左斗氏，右靠氏，右朋氏，左女氏，右己氏，双案氏。左采氏，右捏氏，右斗氏，左靠氏，禁锢左右朋氏，退步左右女氏，左一步左己氏，左一步双案氏，右一步右己氏，右一步双案氏，退步左右采氏，进步左右捏氏，右一步右斗氏，右一步右靠氏，左一步左斗氏，左一步左靠氏，中定左右独立氏，十字手收势。